那至于说三个承气汤呢，都是有大黄的药，就是让你拉肚子的。因为阳明病的那个病邪哈，到最后会被人体逼到那个肠道里面，结出干干硬硬的大便，然后大便就大不出来了。那如果这个人他已经好多天都没有大便了，你知道他确实是发烧到便秘了，那就要用一些有大黄的药把它清泻下来。那因为今天的人体质没有汉朝人那么扎实，我其实常常阳明病啊，用到白虎汤那人就拉了，好像用不到承气，但知道也是好，好不好？